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美眉生活说。老人总是叮嘱我们，死人的东西不要轻易乱碰，尤其是墓里的东西。但是盗墓者往往与这一说法相悖，因为他们就是靠这个吃饭的。但有时他们也有自己的忌讳，对于一些阴气比较重的葬墓，他们是不太愿意进去的。在埃及的法老墓，为了抵制盗墓者，不仅设置了一个机关，还另外设置有法老诅咒。不过这个诅咒管不管用，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在中国其实也会存在这种诅咒，虽然不能与法老的诅咒相比拟，但也是有点魄力的，至少对于一些胆小的盗墓贼来说极其管用。今天要说的这个咒语就是出现在西安的一个墓葬里。西安被称为世界历史名城，这里的古墓甚多，就连很多的大学都是建在墓葬之上。西安的这个墓葬比较特殊，规模比较大，但其主人不过是个9岁的女孩子。她是北周太后杨丽华的外孙女李金训，从小娇生惯养，十分的受宠，不过却很早就逝世了。杨丽华十分的痛心，并给予了她厚葬，还给数千皇妃陪葬，那规模堪比皇帝的陵墓。为了能够给自己的孙女一个清静的环境，杨丽华命人在石棺上刻下了几个大字：开棺即死。或许是忌讳这几个字，也或许是不想去打扰这个小姑娘，以至于李金训的墓得以保存至今。等到专家发现这个墓穴时，高兴坏了，毕竟很少能有这么完整的古墓了，里面的文物很多，个个精美，专家也将文物发掘流传下来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请点击关注我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